烈欢迎远道而来的韩国姐妹校慈大附中国小部学生表演观音与水灵儿的舞蹈来迎宾。韩国慈川初等学校也以陶笛吹奏韩国民谣阿里郎，用音乐来交朋友。其实慈川初等学校与北安初等学校在韩国距离首都首尔都要花上四五个小时的车程，偏远学校教育资源不足，来到台湾很不容易。偏乡地区的孩子们能够接出来啊，跟我们结好缘，把慈济的理念精神把它这个种子播下到韩国。把握难得机会，制作韩国辣炒年糕和台湾的米苔木，用最简单的饮食来互动，加深对彼此文化的认识。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坑木花莲报。